是啊，啊，看看我家门是甚物好办法。好办法。柯老大，大队拢在哪头？拢找无啦。啥？伊会飞天？会两台是无？你一个一个目睭拢去顾着哪办？柯老大，你已经出去名。 真忝啊！你先回去困啦。人无找着，我歹困。上。放大我问你，这棺材内底什么人死？他都是拜大菩萨，安排死了了，我已经搬十几天，还搬袂煞，实在是欠因的死人债啊！阿公啊，快回看嘛。是。 快开，较紧的啦！是啊，是啊。紧的啊！阿公，你唔该叫我刷掉哦。柯老大交代，伊刷掉我唔爱看，紧拍开，较紧的啦。 去看医生，想到这一块好食的。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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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
你来送去就算他，做你去死。玲啊，这里被关了啦。玲啊，这是较好，阿母较安全。你暂时在遮养伤，啊，若需要什么吼，我会送你。 准备好未？我出发啦！好啊！好啊啦！你叫铁连兄，这鲈鱼汤一定爱啉啊！鲈鱼汤哦，对伊的空喙最有帮助的。好啊！好啊！哎哎哎！我讲，我这个穿甲清净哦，掺足久，这个药哦，我对有帮助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会啊！ 铁玲啊，有交代，叫伊一定爱甲恁说多声。好好好，我来去。叫伊家先开好保养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来去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叫伊哦交代，免客气啦。铁玲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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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班咯。洪队，你来啊。铁玲啊，你想有通好无？有啦，我真多啊，真歹势啊，互恁安尼遮操劳。三八兄弟，卖客气，加班啊。来来来。 哎，这鲈鱼汤爱啉无？哦，这鲈鱼汤是叫姑娘家己啉的，伊讲食鲈鱼补空嘴啊。恁的温情，唔知到什么时阵才会晓报答？报答什么啦？交鲈鱼这款英雄好汉，就是阮的英雄呢。对啦。
丽姑含慧红的一家伙啊，有什么消息？迄窟窿不知家己关在倒位呢，啊，伊就拢无消息。哪有消息？马上通知我。我知影你真挂念因啦吼，哪有消息，我一定来通报的。哦对，要这個，这一包啊，叫我交你。完了。无紧，小可听听。你已经伫咧咱手中啊！啊，朱罗山迄边的糖，你啥人唔紧甲运转来趁钱？姐啊，迄天你叫阿公阿来找我，我就捌讲过啊。只要铁钉啊一天无找着，我绝对袂离开葫芦墩。伊受伤遐尼啊重，我看是拽起来，是毋知讲伊是死伫咧啥物所在？姐啊，伊这个人无这么简单。啊，那安尼？哪会拢无伊的消息？伊早晚拢会出来，就算讲伊唔出来，我嘛有法度互伊自投罗网。这支钢锤啊，甲迄口罩的人关伫咧地牢，是毋是会颠脚半手？是啊，因是我的字，我要用来钓鱼的。阿哥，我拜托。哥，铁钉仔的人怎么来？什么所在？我想要讲啥？我无食芋头，你要叫我放芋头屎？一毛啊！恁爸着做好心，恁爸仔囝今仔日同齐做记啦。拜托，我求你，你毋要再去找我囝，拜托你啦。哼，人无拍袂招啦，恁爸拍到你叫唔敢。一毛啊，阿赞，去，拜托啦。阿爸，阿爸，你快帮我找啊！家己比铁牙更苦。明仔日中昼十二点以前，若是无伫我面头前出现，恁爸、你老爸甲另外迄五个人心中开红花，有听到无？去长枪，伊去长枪哦，如果命无准呢，我弹着人，下一个心中开花，死到有够歹看嘞。金娘啊，金娘呀，悠悠啊，啊你来走来家嘞？代志严重啊啦，我是来通知你啦。什么代志啊？明仔载中昼十二点，阮阿爸和咪姑都要起来去龙庆山啦。
去了，天地拢无咧惊，我会惊鬼。呸！你这种人，恶人无胆。你若是看到鬼，我保证你哦，三分钟必斩了。你我等下靠袂靠母，肯定我恁爸就为你这支钢腿先解决掉。即要十二点啊，铁钉啊伊袂来啊，恁准备死。你去醒啊！你去醒啊！心脏，心脏无开花。柯罗桑，你的枪法有影是真准，每一粒枪子拢着我的心脏。但是，这就是我的保命符，柯罗桑。你拢叫是你的枪法比别人较准，但是依我看起来，你只不过是你的长枪拍比别人较狠。即马我的保命符已经甲我保护在遮，还有这个机会，当甲你公平决斗。铁钉啊！你厉害！你确实比我较厉害。这条桥，我承认，我输你。
你敢耍我出去啦？对啦，要死更唔当开！你假笑，你开始！这种人，甲死都袂改变。你敢变过胡头马面呢？无遐简单啦，阎王哦，会请过多少老油条？你怎要白干啦？我死！你啊！我投降你！ 阿公娘，内面已经无圣旨，上述的一切，伫骷髅死了后，拢会结束，幸福好乐顿一个安宁。铁定啊，你敢是有人花？ 果然是安尼，会用啊摆在尤兰花的手中，我嘛甘愿。安姑娘，你并无败，你会用用你的智慧，甲聪明，含你美丽外表，好好来做好人群啊。无错，温婉淑雅，敢若隔一条线，我安花会当拄到你，真正是我的福气。 各位，以后葫芦墩无帮派，嘛无乌道，将葫芦墩这个所在，向葫芦墩的人家己来经营。大家应该要好好拍拼，好好来努力，将葫芦墩这个所在变成一个安居乐业的好所在。你讲好不？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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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是我的生意啦，互罗顿所有人永远记咧你，叫人去聊天店。伫咧遮，恁家上面。多谢。对啦，你阿遐，阮一家人吼，永远袂放袂记你台湾代志。多谢阿姐，金星啊，铁定啊，阮今仔日一家伙会当团圆，拢是靠你的帮忙。恁一家伙啊，各有正当的路爱行，后摆一定要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，安尼才会幸福，知无？ 知啊，知啊，金星，后摆我好好读书，做一个好囡仔。好，我一定认真读书，做一个好囡仔。安尼阿叔一定阁倒转来看你，啊，看你有乖无，看有大汉，知无？好，我一定会乖，一定会大汉，做一个好人。乖。阿婆，大家保重，阮好来走。咪姑，阿爷，我好，阿爷。 放大！哎，阿哥，弟弟啊，我刚刚报名去，小凤女啊，你也会去的哦。弟弟，阿哥，我们去哦。我从哪里啊？
天鼎两兄弟离开葫芦墩，红白两派遵照甲廖天鼎的约束，不但好来啊好去，而且随人发展正当的事业，又搁铺桥造路，乐善好施，葫芦墩从此变成真好徛起的所在。咱讲时也变了，这一天伫台北城的郊外，命运的安排，予唐山清朝排名第一的通缉犯广东孙中山，甲日本政府台湾讨好要犯牛马头的廖天鼎，这两个二十世纪的奇男子，结缘台北城北边的草山，也就是今仔日的阳明山。这两个人世纪上的会面，却为台湾带来一场空前未有的风风雨雨，起起起，风云再起，台北城。哎，大哥，哎，啊，你今日买这地米吼，哦，店面菜用才半个月哦。哎，真歹讲嘞，咱即摆吼生意遐尼好啦，无了免十工就用完啦。就是咩，咱即摆吼稳成排名啦，啊，无管世事吼，这间地方竟然叫咱做起来。哎，拍拼拍拼啦！看唔到，哇！哪呢？继续行，当作啥拢唔知。我拄到的是我的代志啦。接大厂，加防碍机接救人火，紧急装机。哼，恁两个卖多去吃排号咯，过身啦。工作下滑，水火不侵，军工老体，老朽不侵，以何幸存？心情不定。会晓两步七两年，计把做叫人开，假笑。两位英雄，真感谢恁救我一命。无啥啦，因这人本来不应该欺负你这个斯文人啊。咱无识识啊，啊恁两个人拼命来救我，这款的英雄的行为，真让我敬佩啦。这无算啥啦，只不过是路见不平啦。对啦，这阮都系古镜头，无啥无啥。哦，对啊。我从来啊，唔捌看过亲像你功夫遐尼好诶人诶。哎呦，甲大你才知啊，阮大吼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咧。讲去倒去啦。无哩。即可能啦吼，有较危险啦，啊嘛较偏僻啦。啊，你要去倒，归去阮送你来去啦。有啦。安尼真感谢呢。袂啦。啊对啦，我姓孙，名文，人拢叫我孙中山。对了，我姓孙，名文，人拢叫我孙中山，唔知恁两个是安怎称呼？我叫铁亭啊啦。哦，铁亭啊，你好。不敢不敢。我叫明哥啦。哦，明哥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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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文你好你好你好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。明哥，你好你好，感谢你哈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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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。
是安尼啊，莫怪啊，原来你为广东来啊。是啊，听你的口音，就无像是阮本地人啦。哈哈，不过这是我第二摆来台湾啦，台湾对我来讲无无轻松啊。哦，走，爷，对，这林北馆是啊，啊你大概来台湾拢住遮？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开，环境袂歹，啊，来这坐好无？哦，免啦，无甲你叫遮，啊，阮阁有代志要管。啊，这你的卡吧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奥运哥再会啊！哎啦，再见，多谢，再见啦，多谢，多谢。小春，中山爷，你总算到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么无好料哩呢？是啊，你好，真好，你好不？好，哈哈哈哈哈！马上马上，中山爷，我真思念你啊。我也真思念你，你好嘛？我好。你哪会这么高啊？我跟孝顺等到足着急的。哎，房间拢替你穿好啊，来，好，来。有人要杀你？想袂到我带到台湾就出代志啊！你冤哪无？有受伤无？无啦，好佳哉有一个功夫足好的高手哦，伊伫我危险时阵，出面替我解围，拍败迄个杀手。竟然有这款代志！是足危险的，中山兄，你敢有看清楚迄个杀手身做啥物款？拄仔开始的时阵哦，伊两个是好面，佮老喙手。我知，伊就是二剑叫兰花啦。伊即摆是日本官厅第一号重犯的，就敢若参像你共款，是大清帝国第一号重犯啦。啊，三老三，啊是安怎叫兰花要杀伊啊？我虽然是一个日本人，但是叫兰花嘛是我尊敬的人。伊劫富济贫，伫百姓的心中是一个英雄。照你讲，伊是袂安尼做个啊！伊两个杀手哦，当然毋是恁讲伊劫玉兰花，伊两个是假，因哦根本就是义和团的人。义和团？嗯。吼，这义和团的人竟然对中原搬山过海要来台湾杀你啊！迄个慈禧太后为了了我这个革命党的头子哦，真正是不惜一切。看来这摆我到台湾，处处拢是危机啊！中山兄，你免烦恼，清朝政府免肖像踮这块土地做官。搁较安怎讲，台湾即卖还阁是阮日本人做官，我随时会用我甲日本政界的关系，请日本政府来保护你。多谢你啦，阿三老师。不过，像是阮这款搞革命的人，早就应该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所以我的性命无啥物大不了。啊，对啦，孝顺，我交代你伫台湾办的代志，有顺利无？向东会台湾分会哦，已经按照你的计划在台湾成立啊。那目前呢，每半个月开一摆会啦。这段时间受着阿三老师照顾真济啊，所以足侪计划拢会当实现。阿三老师，真歹势，麻烦你足济。他安尼讲，你我可比是同一只船，输为知己者输。人活在世间，会当为朋友去牺牲、去付出，对我来讲是上快乐的代志。真感谢。等一下，队长，顺杰，阿伟英，哎，哥哥来啊，哎来，哎阿雄，你来啊，李哥，大哥来啊，兄啊，哎呦，来啊来啊，安怎，要饮茶，还是要吃饭啊？啊，我看来是当顶我良好啦，当顶的啊，随给你传来啊。林哥，啊，我靠，招呼者，我是问。啊，好，谁来？谁来？哎，上啊！啊，听人讲恁家猪尾吼要拍种，啊，猪哥我找着未？啊，未啊，免找啊啦，你拍种好啊啦，看袂起啦，客气客气。林阿姐，哎，你小棍子哦，快到三江好啊。免啦免啦，我家己来，随好啊啦，你出去啦哈。唔要紧啦，啊，无我来泡茶啊。哎，呀，你来阮家店的吼，是来走场的啦，啊，这款粗重的工课你唔通做啦。紧出去啦！啊无吼，等下不甲群主乌嗦嗦啦。袂啦，铁钉阿兄，你莫看我无呢。若我伫咧厝内，嘛是啥物工作拢做啊。而且，自细我嘛是歹命囡仔啊，所以做这工作嘛做习惯的。哎呦！你想怎？无啦，去互草稿穿着啦。你就是安尼啦，拢听话安尼。来来来，来这坐一坐。
这条手棍啊吼，是伊刚我脚漏着，你替我包脚迄条啦。我都一直放在我身躯边，想讲倒一天搁拄着你，还才搁行李啦。多谢，多谢啦。莹莹啊，莹莹啊，你莫去弹琴唱歌，你边在厨房要创啥？迄人就要听你唱歌。乖，乖，你搁咧想啥？哪句啊？一点仔消息都无。乖，乖，做代志啦。我龙队来了，来了。心机，费尽真多精神来栽培你，来训练你。既然连一个医生询问你拢也伊无法，你爱怎样？医生提的是手术刀，你手中用的是大刀。大刀的人，打袂赢人的手术刀，以后恁阁会当做啥物？我看是食屎拢无恁的份。其实这嘛袂用安尼讲啊，谁知影暴露杀出迄个爱管闲啊事的臭小囝？点去？无彩灵公是我李公公李天顺门下四代高手之一，我阁特别为中央甲你调派过来台湾，即嘛一个小小的大夫你都拍袂赢，你是要叫我安怎去用调停交代？师傅，迄人毋是普通的大夫，我收到啊，迄人打两包物件，惨就是地药，啊无就草药啊。嗯，即嘛从这附近所有的地块甲药店啊。恁去甲我彻底调查清楚，看伊到底是倒一门、倒一派、倒一道的。一个人有听到无？是。到底是啥物款的人？竟然敢动我的路，敢叫我要杀的人？我实在真想要看卖伊到底是生作长的还是扁的。中山兄，嘿，阿三老三，坐。你一路奔波，一定真忝啊！我特别传好料的，要为你加风洗尘啊！你先去浸一下温泉，等一下咱斗阵来用餐啊！多谢多谢，我即摆到台湾，全部代志拢随你安排。阿吉哥，嗨！林俊坤三个地方拢穿好势啊？你敢毋是？不是，伊就是半年前把你救起来，搁替伊开刀的迄个查某囡仔。李尚，伊是？伊是孙文孙先生，就是我常常向你提起我迄个长线的好朋友孙中山。伊是一个医生，你的性命就是伊救的。就是你。我离开台湾以后，我大摆拢想着你，我想你这人今麦有较好。想袂到，你阁住伫这间旅社内底。当时伊是伤着脑，人虽然是互你救起来，也毋过伊连家己号做啥物名，住伫个倒位拢毋知影。我看伊可怜，才甲老店旅社斗相共。后来看伊乖乖啊，毋才甲收起来做义妹。伊发生代志的时阵是秋天，所以要家己号做阿奇可。阿奇可，你应该称呼伊中山先生。今甲你的救命恩人说多谢，咩咩咩，中山先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救命恩人，阿
结果这条命是你赐予我，你的温情我无得回报，后世人若有机会，我做有作为，都报答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你唔通安尼，我无介意你安尼啊，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无代无志，甲咱过时代已经过去啊，中国需要改革，过去皇帝有一寡唔好的习惯，一定要拍破，一定要废除。来，起来。Kiko， 中山兄就是安尼，伊的思想哦，甲人个无共款。伊所做个拢是惊天动地的代志，以后你慢慢就会惯习啊。嗨。阿姐啊，恁再过来啊！来，小好，小好，阿雄啊，来来来，你管恁搞。哇，谢谢，哇，来，阿雄啊，有啥物好，来一碗粿仔配茶。安尼啊，内行的，人阮这牛头哥哦，好食到出名。哈哈哈！等一下哈，坐下坐下。哥啊，哥来哥来，来来来，嘿嘿嘿嘿，哎，好食，赞的啦。吃吃吃。这个便利店的老师朋友介绍我知，伊这特色哦，第一要到一级棒的。啊，那第二呢？这土鸡面全部是一个政府非常透过听二分子啦，才吼讲出伊心中的部分，讲出伊的理想。哦。台湾嘛有这款的所在，真好。不一定这摆啊，我会当找一挂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共同搞，但革命的行列对。请，来。哎，老弟啊，来来来，加菜加菜啦，起来。哎，阿文，哎，明哥啊，你哪里家？哎，阿文啊，啊，这间哦，阮大开，我了斗三工啦。安尼哦，明哥啊。等下吼，迄个阿勇，姐姐，是你哦，才拄好，你家，这么紧就去见面啦，来面坐，来面坐，请，请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这个，就是伊两个啦，拍败迄两个杀手啊，救我性命迄两个英雄哦，就是因啦，哎呀，唔通安尼讲啦，我是插话尔，阮大吼，才是主角啦，好啊啦，敬佩敬佩，我有听中山兄提起啊。今日咱会当见面，算是咱有缘咯。无唔对啦，我们代替中山先生哦，甲你两个哦，说声多谢咧。通安尼啦，君子之交吼，莫遐搞勒索啦。明姑啊，今日吼，咱有贵宾来啊，哎，好我共交代一下，内面上好的春啊茶，泡一锅春啊茶啦。无问题。请来请来，谢谢谢谢。英啊，来坐坐坐坐坐。你三位哦，是我的好朋友，请唔得啊，叫王平。好。双啊起头，村内啊里都满天红。小春，你拄只介绍这个茶是干工一项哦，这个歌声嘛真好听。对对对，阿嘉文，你看，迄个唱法歌呢嘛就水啊。那你讲起来，咱今日这个所在就无唔对咯。这位姑娘唱的这首曲，我想到我的故乡啊。这个时阵若是当听到阮故乡的歌，不知要偌好嘞。安尼上，包在我身上。姑娘啊，麻烦你，对酒啊。有啦嘛，只零食。对对对。就歹势，阮这无唱日本歌呢。哼，安那有这种代志啦？等人客点餐，你就爱唱声对无？这是一个做买卖所在，拢嘛是人客叫你靠迄个，你咧拣人客道理啦。姑娘啊，你著唱一下，互阮阿三老师欢喜一下啦。来啦，唱啦，唱啦，唱来啦，来。你莫为难我啦。姑娘，你袂晓是？无要紧，我教你，我唱，你唱啊伴奏就好。对对对，来。乌拉伊，乌奇奥诺。不能有啦，妈妈唱，唱唱唱，唱歌啦！我，那唱那是不唱啦！哎，你哪遐吵闹啊你？哎，这是一个大家欢喜的所在，我会用唱，袂用唱，会当参详嘛，无必要你去甲动手啊！我拳头母我来请出去，我跟你讲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原来是因为看你救中山先生，我心存感激的，也搁照目前这先生看起来，你哦是真老蛮啦！老蛮呀！我你看老蛮生到啥款？
看会晓，我你看路嘛成个啥款？好啊啦，别跟计较，计较啦！你即摆在讲啥话啊？小俊，坐落去。天啊，你莫叫我，我相信你是个有趣味的人，毋是安尼对待人客啊？真歹势，经过代志，我拄仔徛遐看个清清楚楚。林勉强硬硬唱日本歌，这就是恁的不对啦！你莫名其妙嘛，你做啥找麻烦啦？你是唱一条日本歌，干遐尔严重？来白灵寺饮茶的朋友，拢是江湖上大家吃好斗相无才来，大家拢知影，日本人侵占咱的土地，欺负咱人民，咱甲日本人的冤仇是势不两立。干了你尔，带你的日本朋友来遮欺负家己人。我是真后悔，后悔我捌救过你这种人。铁定兄，台湾百姓是日本政府，不是日本人。真侪日本人也是反对战争的，嘛是有一个慈悲的心关怀咱中国甲台湾的未来。亲像阿三老师，伊就是这款人道主义精神的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他做好朋友。好，你有这伟大啊！我你拄则在创啥？阮莹莹伫只唱台湾歌，唱了好好，是安怎伊要来教育伊，强迫伊唱日本歌？无啦，这是误会，是阮无探查清楚，恁才有这款的证据。不过，你听听，你嘛爱信的，政治是政治，音乐是音乐，袂通安尼惨作伙啊！你袂了解台湾人的心情啦，伟德，你今日你也侵入路线啦。我跟你吼，微博投机啦，请，请，请是要请啥？他到台湾老村，这小妹仔算啊！小春啊，我是我来啊！小春，小春，别再呢，今晚大家都离开老乡。弟弟阿兄，今晚一时，我嘛无法度甲你解释清楚。不过我相信，有一天一定会通了解，会通知影，阮不是你想的迄款的人。去吃假新厝，唱啥日本歌？我呸！